工会地下城梦幻迷宫如何领取三倍奖励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非常有用却很容易被忽视的技巧，就是在这个梦幻迷宫里靠点赞拿到三倍奖励啊。通常工会其他人打完梦幻迷宫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点这里发送夸赞来领奖，但是这里千万不要连赞三次，否则只有一份通关奖励。正确做法是我们点完赞之后直接换一个号点，我们用这个鬼器打开页面再点一次，接着我们再换第三个角色，再次来到梦幻迷宫点第三次。这样操作虽然工会币奖励依然是300个，但却可以多拿两份通关奖励。好的，现在结算活动，刚才点赞的三个号每人都能领5个宝箱，包括金币、幸运符、变换石、深渊票、碳。然后我们换到另外的两个角色，这个宝箱也都是有的，可以直接多出200左右的碳，所以点赞的时候一定要用你正在打造的三个号来点，这样多得200多个碳、一张幸运符以及12个变换石，还真是挺香的，而且操作起来也并不麻烦。你还知道哪些 DM 手游小技巧？欢迎评论区分享。我是恩探，期待你的关注。